都是从嘉义县的阿里山乡进来的，你们已经跑到南投来了。那、啊、你们现在脚在这个地方前面这边呢？我们这边以前不是石台，这边是以前是很大的平地的。我们这边以前有一个小村庄在这边，叫做秀峰村，这边有三四十户的人在这边生活。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个921地震，921地震的震央南投县的几级震，位置就在各位的手机上，这边的十级震，这边的震动它是上下震动。那在地震当时，因为山崩的关系，我们这边三至十户的房子全部都滚到山崩地震，山崩。但是算到幸运的，没有太大。因为以前都是那种日本式木造的矮平房，可是要跑比较快，可是要大家又跑出来的时候没有矮平房。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这边？其实啊、哦，阿里山看日出最讨厌是在这边，因为这边的视野。